好啦，亦都差唔多，我哋都交啦。等埋呢两匹马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。第四场赛事三班千二短途大热系二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啦，咁啊前面快啲嘅马咧，见到就中间位置，咁啊有精彩勇士啦，合冲共济啦，外边与你同行追出令财啊，内栏咧咁啊仲有世纪武王啦，中间夹住就镇山宝啦，咁啊再后多层嘅马啦，咁啊跟住呢群咧抢嗰啲马咧，灰马之后咧就有呢只竞技勇士嚟噶，后啲嘅马出边加州多宝啦，咁啊顶喺出边尾五嘅，咁啊再后边嘅马东方繁华啦，咁啊安众啦，殿后嘅马匹就豪情竞进同埋内栏嘅威力名区啊，好啦，转弯嘅时候咧，前面放咗出嚟就合冲共济，令财响佢外边啊，咁啊第三位咧仲有呢只咧就与你同行就紫色衫啦，第四位精彩勇士内栏，第五咧仲有世纪武王啊，咁再见到攞出去嘅马有镇山宝啦，咁啊掟埋出去嘅马就竞技勇士啦，大爱当加州多宝亦都追紧啊，兜到嚟只有300多米啦，合冲共济系占先啲嘅，咁啊见到外边竞技勇士就开始上嚟啦，中档仲有呢只咧就系镇山宝俾人压住嚟跑啦，外边追啲仲有加州多宝啊，最后100米到啦，竞技勇士响中档已经透出啦，镇山宝响入边，再内栏仲合冲共济接近终点，竞技勇士咧就今场赛事都好有机会赢得翻噶啦，镇山宝扑上嚟追佢，两只马相当接近啊，咁至于第三名咧有埋边合冲共济机会高啦，第四名应该系精彩勇士啊，其实竞技勇士咧就一路咧由转弯开始俾嗰只镇山宝拱出去，但系佢大只啲又喺外边一路压住镇山宝，镇山宝又上翻嚟。咁啊，好接近啦！竞技勇士啊，清先啲嘅。三号竞技勇士啊，潘顿都系啱啱顶住啊，接完嗰段咧，啊开始转弱啦。咁啊，十二号啊莫雷拉啊，迟一滞啦，镇山宝攞翻第二啊，第三名咧就二号合冲共济啊，周俊乐，第四名咧八号初出马，精彩勇士啊，国能啊。外面啊，追翻少少嘅加州多宝追嚟追去都追唔到啊！又飞嗰扎啦，嗰啲过百倍嗰啲又冇啦。莫雷拉潘跑第二啊！莫雷拉系啦，同阿叶冠辉啊，又系第二。码头睇翻张相啊，咁啊潘顿嘅竞技勇士到先，镇山宝在里边第二。啊嘛，赢翻场啦，潘顿今日都镇山宝都仲系走规有啲唔顺啊，活断少少外闪，把握到啦，竞技勇士缩翻嚟千二。真系缩翻千二，我两步都输咗你嘅。早段都好积极啊！预计派彩跑第一名三号竞技勇士，独人派52蚊，位置派15蚊；跑第二名十二号镇山宝，位置派13蚊；跑第三名二号合冲共济，位置派11.5；跑第四名八号精彩勇士，连夜三搭12派113.5；三重彩三号、十二号、二号顺序派539蚊，单 T 派50蚊。位置 Q 三搭12派31蚊，二搭三派25蚊，二搭十二派19蚊。赛事完成时间1分09秒14。三届预计派彩胜出组合 A 二届夜半热门派27蚊。四连环预计派彩2号、3号、8号、12号，派122蚊。
四重彩三号十二号八十三号十二号二号八号顺序派3508元。看過啲派彩啊，連贏位又唔算太差喎，扭一扭都有九一啊，咁啊都係啲範圍馬啦，因為實在咧好多馬都唔係好識得跑啊。嚟得頭段啦，威力明區縮咗落個尾度啦，潘頓灰馬即刻重一聲殺出埋嚟，去到個二搭第七位啦。咁啊前面幾隻馬搶嘅，合衝共濟啦，與你同行啦，精彩勇士啦，但我當就靈才啦。第五位咧就係世紀武王白鼻梁嘅，出邊黃三六三黃袖啦，鎮山寶，跟住灰馬就係競技勇士啦，後邊全程俾人頂外搭。加州多寶啦，跟住就安眾啦，白鼻梁咧就係東方繁華，咁啊包咗尾豪情競進同埋威力名區。咁啊早段咧都見三隻馬鬥搶噶，咁啊都一度拍住肥添，咁啊所以兩段咧都比標準快咗啲，咁啊加埋都快咗接近半秒，都屬於偏快步速賽事。咁啊合衝控制早段都快咗啲，咁啊翻到嚟咧就頂唔住啦，咁啊但都有翻個pay嘅。咁啊今日判斷一隻競技勇士跑得翻，咁啊始終喺二班二個路程贏過啦，咁啊跑翻八九成水準啦。起一早咁弱咧，贏都合理噶。不過你見終點前咧，其實佢都真係腳仔軟啊。如果唔係咧，莫雷拉嗰只都唔會又就咗逼翻上嚟，越跑越近嘅。咁啊，加咗多寶，原來俾人頂咗三碟，咁啊，翻嚟都追啲啦嚇，都唔係話好差。成日都係蝕啦。早段都幾多馬搶啊？呢一場第四場都覆榜完畢啦。位置 Q 派彩三搭十二派三十一蚊，二搭三派二十五蚊，二搭十二派十九蚊。三架派彩胜出咗 A 二隔夜半热门派二十七蚊。四连环派一百二十二蚊。四重彩三号十二号二号八号顺序派3508元。马宝头关七号美军三号派112元，头关七号美军十二号派17.5。分段时间头段23秒62，第段22秒14，末段23秒38，赛事完成时间1分09秒14。